渔会团膳式厨房火炉全开，志工妈妈分工合作，陆续将食材摆盘，烹煮一道一道的佳肴。等一下上面还会再铺上香姜丝小卷。今年因为是老年人围炉，所以啊，我自己有做了一点萝卜不糕，然后啊，我们用小卷米糕油饭，那用圆糯米，因为本来啊传统都是用长糯米，那我今天是选用圆糯米，因为圆糯米啊它比较软嫩，那老人家比较好入口。满满的一桌年菜，有大白鲳、小卷米糕，食材全都是基隆区渔会年节礼盒的海鲜食材。基隆区渔会推动绿色照顾，说邀请银发族做运动，过年前夕邀请渔村的长辈们提前围炉。这个半桌不是像外面的半桌这么的，就是说无法度去吃到这么新鲜的安尼海产哦，所以我嘛就感谢再多的感谢讲咱个渔会啊，对咱家的安许多啊吼，这么一个安尼窝心哦，窝心啊，就是说大团圆呐啊，我嘛就感谢讲有你若要请这老伙仔来，真的也是不容易的啦。渔会理事长简建辉现场发送红包，让每位银发族又惊又喜。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举办哦，这了绿色照顾里面的一个老人共餐哦，跟团圆哦。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往年有办啊，现在已经停办两年了啦。我们很感谢这些志工啊，我们有20几个志工，他们啊在我们的号召之下，他们不输我们这些大厨啊，他们把每个虽然我们提供的新鲜的食材，当地的食材，但是他们做的有声有色。台湾正迈入高龄化社会，渔村人口逐渐减少，老化日严重。基隆区渔会照顾渔村长者，在过年前提前围炉，让渔村长辈们感受年节气氛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